在雍容华贵的外貌下，竟是一副铁石心肠。素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一天到晚把对不起挂在嘴边的人，我实在不怎么欣赏。我一定要看着你那双狠毒的眼睛流下血泪。拥有人人称羡的身份，却藏着一段纠缠不清的感情。就算是陪我一下下也好，拜托你了。7月26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南瓜花陈情》。